这是仙境吗？橘红夕阳透出霞光，一大片火烧云，天空火红一片。这里是南投鹿谷大仑山，摄影专家拍下大景，底下云海奔腾，同样精彩。 另一边则是南投日月潭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美丽的调色盘，内层橘红慢慢的往外晕染，加上紫色和蓝色，天空更挂上一个超巨大又清晰的半圆彩虹。是有那个阳光，就是照在那个山上，看起来就很漂亮，就是。 那种翠绿金黄色的样子，南投山区出现了彩虹高挂，伴随着大片火烧云，壮阔美景难得一见。专家说这是台风来时特有景色，水汽跟这个阳光有一些折射的这种作用在，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尽管圆规台风没有登陆，但在嘉义2000公尺高的阿里山上，也被捕捉到火烧天空的奇景。水汽丰沛，加上阳光折射，令人赞叹大自然奇景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